特朗普贴身管家爆料他十个秘密。第一个秘密，每天只睡四个小时，每一天很早就起来读书看报。所以在作为总统参加一些宴会的时候，特朗普经常会露出打瞌睡的画面。在越南晚宴上他差点睡着，就连去白金汉宫见伊丽莎白女王的时候，都曾经在女王致辞的时候打哈欠。第二个秘密，发型全部由自己亲自动手。虽然有着属于自己的发型师，但是他却很讨厌其他人碰到自己的头发。除了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持人敢向他的发型伸手以外，周围人基本没有摸到他头的机会，所有的发型都是由他自己亲自定型的。第三个，喜欢吃熟牛排，这样的习惯在美国贵族群体中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少见，尤其是在美国西部地区，吃全熟的牛排会被认为是土包子，但是特朗普却很喜欢听到那种嚼出来滋滋作响的声音。第四个习惯，喜欢吃垃圾食品汉堡。据说特朗普的日常饮食中最不能够缺少的就是汉堡、薯条、炸鸡，以及每天都要喝到的可乐。光是无糖可乐一天就至少要12瓶，这可以让他保持精神亢奋。除此之外，就连准备国宴的时候，他都会让人准备汉堡大餐，可以算得上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行为。第五，用不同颜色的帽子表示自己此时的心情。据他的贴身管家所说，戴上白帽子时候的特朗普心情会非常不错，但如果戴上红色的帽子，就证明他此时心里有事或者是非常不开心。不过想想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戴着红帽子扭动的身影，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当时的他究竟是有什么不开心的地方。第六，特朗普对自己的高尔夫球技感到非常自信。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自己的好友去高尔夫球场打球。在做美国总统的时候，他去高尔夫球场的出镜率可远远比他出席一些公务要多得多。第七，讨厌裸着上半身，因为那看起来像是个流氓，所以特朗普从来不会去游泳，也从来不会光着身子晒太阳，最讨厌穿着游泳裤和光着上半身。第八，经常给自己周围的工作人员发小费，无论走到哪里，特朗普的身上总是带有一些零钱，出去吃饭也好，去花园里转圈也好，只要是他看到工作人员都会给对方一些小费，所以很多的人都非常喜欢为特朗普服务。第九，讨厌和艺术有关的东西。特朗普可以算得上是很多人眼中真正的学渣，为了能够迎合自己的喜好，他把非常高大上的房产处图书馆改造成了酒吧，还挂上了自己穿着白色网球衣的画像，可以算得上是非常调皮。任何和艺术有关的事情在特朗普这里都只能换来他的白眼。第十，脾气是好是坏。管家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喜怒无常的领袖，有的时候会突然笑起来，而有的时候又会表示自己的愤怒，但是却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生气。从他日常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中也能够看得出来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，只要别人做的有哪一点不合他心意的地方，他就会立刻指出来，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富二代应有的骄傲。各位网友，你们认为特朗普是一个怎样的总统呢？